邊個 unfriend 你？有呢個 app 就無得匿 video 邊個 unfriend 你？有呢個 app 就無得匿發現 Facebook、FB 朋友數目減少，又想查出誰是真空而去 unfriend 自己。這個名為 Who Deleted Me on Facebook 的應用程式 app， 或許能幫到你。這個 app 支援 iPhone、Android 和 Chrome 三個版本，現時免費下載使用。用家只要安装后连接自己的 FB 账户，此 app 便能自动追查 FB 朋友圈的数目，而且能将 FB 朋友分为新朋友、new、删除了你 deleted you、你删除了 you deleted、停用 deactivated 及现时 current 五大类，无论你是否被人移除都一目了然。不过这个 app 只能追踪安装后的交友情况，不能查出安装前狠心断绝来往的朋友。英国每日镜报。